想家了吧？有点吧，有点想家了。做过花一样的梦，渴望有人爱有人懂，穿越这人海亿万人之中，等待你一见钟情。我也有过太多的憧憬，害怕错过与你相逢。谁惹我们家大美女啊？谢谢方哥，感谢方哥，谢谢小志哥。完了，诊断垮掉，一句也不回我。你会不会帮我在掌心没看见，让我感受你的，可能是没有看见呢。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，请用一个字来形容。你会不会帮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与你一路同行。多愁善感了，恶心啊。下播喽。东北人，我不是东北的，我是山西人，我是山西的。长治是哪个省的？长治是山西省。我也做过花一样的梦，渴望有人爱有人懂。去大明宫了吗？人海亿万人之中，等待与你一见钟情。耿耿刚下播。害怕错过与你相逢，聚焦的目光等你在眼中，转身出现你的眼眸。谢阿康哥，感谢阿康哥。你会不会帮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感受你的不同。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，请用一个字来形容。欢迎康康，欢迎。会帮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感受你的不同。为啥有视频黑你？黑你的，你收粉丝钱了？你会不会帮我在掌心之中？你都看出来了，那些都是黑我的，我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去收钱去呢？我怎么可能呢？你都知道是黑的了，你都知道是黑我的了，所以那就不是真的。